请看，一二三，嘿，嘿呦，来，努力徒劳无功，与经纪人结婚可改运，来，直接站出来，经纪人哪里？站出来，经纪人那个男生女生，把他抓出来吧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叫车走了，躲起来啊，你看，躲起来了，照看他不会嘞哈，哦，天哪，哦，可以，阿狗有办法处理经纪的事情吗？搞不好这个就是指点了你一个迷津，对呀，有时候不要太坚持，喂，我们要竞争一下。谁最能够晋升最快晋升 A 咖？注意哦，一二三，请看，哎哎，对，年底有望接到高曝光率节目，是有是有是有，有啊有啊，全明星运动会啊，运动会，还有综艺大热门啊，你在啊？接综艺大热门。只是上通告，你不要误会。对啊，是啊，对，宣传费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是啊，是。不好意思，你未来不够硬。哎，未来几年运势非常好，一举要升 A 咖，还给了个肾。哇哇，这个很重要，肾。就刚吴尊在未来的状态，从今年开始会起步。哎，他现在只是刚起头而已，他真正好的时间点会在年中之后，就接近年底的时候，他会越来越旺，所以他至少可以旺个两三年。那有哪一类的呢？舞台剧还是？节目主持啊，他是比较偏情感面，还是动物星球？他是比较偏节目主持类。可是如果他结婚，或是如果他有一个稳定的伴侣，对他来讲会再更冲更高。来，直接讲啊，直接讲出来了啦，不要说出来，讲出来。对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就是人家所谓的要冲洗哦。双喜临门啊！双喜啊，这边好怪哦，少年得志，高人指点，哎呦，聪明、精明、高明、高几率，少年得志，好不好？有高人指点，明年会很旺。前途，哎呦，这个说法竟然是一样耶！不约而同，只约大人呢。来了，注意，小梦塔罗牌这几位命理大师里面比较没有参考价值，娱乐价值小梦，娱乐价值居多。好，娱乐价值偏高，来一二三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吴大运，吴大运表现过于刻意，但不表现，观众觉得无聊。与陈大天相斥，最好不要同台，建议改名大春。大春，而且你被小梦老师说表现过于刻意，那真的，那你就是刻意了。他是全世界最刻意的人。请看，一二三，嘿，嘿呦，来，努力徒劳无功，与经纪人结婚可改运。来，直接站出来，经纪人哪里？站出来，经纪人那个男生女生，把他抓出来吧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叫车走了，躲起来啊！你看，躲起来了，照看他不会嘞哈。哦，天哪，哦，可以，经纪人，工厂用的啊，你市场。没有贵人，努力白做工，要找到女生愿意结婚又当经纪人，事业感情绑一起有注意哦。强人所难，而且处理经济的事情嘛，应该多少都会了解一点啊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少了解。搞不好这个就是会不会到最后是我当他经纪人，比较有可能，因为我先走下坡，搞不好这个就是指点了你一个迷津。对啊，有时候不要太坚持，我会考虑我经纪人啊，会不会是平手？没想到。那个大尊呐，哈，大尊改名大尊了，大尊的命运就看在一只狗的身上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条，狗运会不会走运当头？一二三，连狗也没有投给他。难关，命格当女生比较好，这几年面临转型危机，成为众矢之的。粉红色内裤带来好运势。对，好像曾经有人说过，说我就是当男生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心运跟观众缘比较没有变真正的时候。真正你真正有那个观众缘的时候，反正是在玩很大玩很大里面，对，他模仿女生，他变成是真人，对啊，大家还蛮接受了。而且好像后来敲我，可能广告啊，或者都穿真真的衣服，都真真，但也全部都是要找。还有尾牙也是啊，尾牙也都是要真真，春酒也是要真真，就是几乎都是要真真呀。眼看他，眼看他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